等一下，上号，家人们。哎，我卡了，等一下，手机投屏投不了。谢谢玩偶姐姐，谢谢你送出的热气球，感谢感谢。520还好有你呀、啊、宝。哎呀，什么520呢？可恶。今天掉了20颗星，哼，那个平板抽奖在过审核啊，兄弟们双击点点赞呢，这个就要放在左边那个福袋了，好吧？谢谢玩手叙旧，感谢林将仙影，谢谢婷妹，谢谢我喝奶了呀，感谢用户三啊，谢谢用户三，谢谢一浅。谢谢谢谢。我这屏幕怎么了？怎么回事？我的屏幕？等一下，兄弟们，我的屏幕怎么都歪了？哎，我屏幕怎么歪了、啊、等一下啊。啊，谢谢瑶瑶爱吃香菜，感谢感谢。感谢一拳。谢谢用户三啊，我调一下，我那个东西都歪了。怎么感觉不太对呀、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调一下我那个比例啊。没手机啊，放的是平板的。我们开播是抽平板的，大家双击点点赞，左上角平板可以参与一下啊。看这个主播帮我调一下，比例出现问题了。今天播很早，那不是怕你们传？又一天到晚的，什么过520这那的。哈，都给我峡谷单排起来，家人们。谢谢星星板儿，谢谢你。买个皮肤呗。什么意思？这乱七八糟的。先买后福利，买。这么麻烦，再买这个。心动手记已激活收藏家称号。买了，然后呢？还有什么要买的呀？这也要限时活动？哎，有话好好说，一天到晚跳微信是几个意思？开启宝藏。开，什么意思啊？绘梦珠，拖尾特效，击败特效，这个天幕好像挺厉害的，搞一搞。
啊，我要关了重新开一下，家人们稍微等一下，我关了重新开一下，那个福袋在左上角，赶紧一起参与一下，我关的时候马上就会跳一下，好吧，我关一下那个直播，因为我们那个比例好像调错了，我关一下直播马上就会开奖了，你们稍微等一下，一差不多五秒钟就开好了，好吧，啊，五秒五秒，兄弟们啊，我先关了啊，好，大家一起三二一啊，该是你中奖了，关了啊，关。啊，画幅调的不一样，好吧，我们第一次抽的是这个东西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啊。绘梦积分可换绘梦珠，这个天幕要1600啊，这个天幕要1600的这个小纸船吧，再抽一下。我刚才已经抽了600点券了，这1200点券抽一抽，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抽，心动告白是戳戳是吧？这中不了啊！给了个什么？给了个击败特效，给了个投影框。这已经是1800点券干没了，1800再加1200就是3000点券，看看3000点券能不能抽出来，又什么都没有。拖尾给了一个，拖尾，兄弟们，什么3000点券只有430，3000点券只有435个纸船，435个纸船是换不出这个什么天幕的呀。我的妈呀，我算一算，3000点券400要乘以4，12000，我一个天幕要花，我一个天幕要花1200啊。这天幕要1200，这么贵吗？抽水晶，你抽了？80次保底，前80抽内必得天幕券，哦，那没那么贵啊，还剩30次。1800必得天幕，好，一次又有拖尾变成这个了，再抽一次天幕应该给了吧，差不多80次必给天幕，绘梦卷呢，可以了，这个就是换那个的嘛，全网兑换，拿这个换呗，等于说我抽了多少次啊，80次乘以4800，480一天幕，480一天幕，然后多了960的这个纸船，960的纸船换什么呢？这520情书是啥？可以。对指定好友使用后增加与该好友亲密度520点，可选择在大厅向所有人展示，是吗？这拖尾什么都有了呀，那我这个多的东西干嘛呢？换个这个玩一下，换一个，这是干嘛的呀？也是加好友的，心动告白加亲密度的，这也是加亲密度的，那再换44个什么亲密告白就可以了呀。哎，我应该换这个的呀，哎呀，哦，这好像还好，哎，我应该换这个的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换了一些华而不实没有什么用的东西啊，这实实在在肯定要换这个积分夺宝抵用券呢，没看到家人们，这一波血亏，好吧，给大家算个账啊，换这个东西花了4800点券，
好吧，4800领券，然后多了个500多的这个600多的东西，如果换这个的话，这个全部都换完300点差不多，你可以换这个，这个什么也是亲密度，那感觉实在一点的就是把这个给换出来，这个积分夺宝这个有用，好吧，小亏小亏，综合价值感觉这个东西400，一个天幕400，好吧，我们就其他的那个80块就算换成了这个抵用券了，然后给你噼里啪啦一堆拖尾，是吧？这个给了个击败特效，哦，给了个回城。这回城怎么样？凑合。击败呢？嗯，好像还行。拖尾呢？也还行，比我那个开饭了要差一点，好吧？虽然我承认这个纸笔绘梦的拖尾还行，但当我拿出2022张大千特效拖尾的时候，他还是略显逊色，我只能这么跟你说了，好吧？还有啥要抽的呀？这又是抽啥呢？我怎么感觉我这个东西好像抽过啊？群星魔术师，他是返场了吗？哎呀，我真的受不了了！梦回西游又是啥？啊？还能抽？抽一个感受一下。西游币，来，再见。不是，这之前不都是免费送的吗？不抽了，夺宝抽一抽，昨天还没抽完呢。昨天不是有吉星高照吗？这个给我撇没了。啊，不抽了，不抽了，不抽了，太多东西能抽了，受不了了。算了吧，不抽了，谢谢好玩啊，感谢感谢感谢刚才给我刷礼物的这用户三一浅，还有除非那个人用轻摇啊，谢谢谢谢谢谢荷兰豆，谢谢用户家，差不多了吧，我把天幕已经装了，这不整了不整了，这纯消费了，哎不行啊，我给我自己送一个那个，怎么送啊？滴滴是啥？我怕他又跳我微信，我先点一下看看。这滴滴滴滴点了有什么用啊？滴滴，我给我自己送个东西吧，送个金币，还能送啥？来干！我怎么把我那个纸船送给他呀？啊，我不是换那个520那个纸船，我怎么送啊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能不能跟自己绑个亲密关系啊？我自己绑一下呀，我从来没绑过啊，家人们啊，他这个社交这个亲密关系，我玩了7年，我从来没绑过一个亲密关系，我都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个事儿。他说在大厅使用会比较有牌面一点的，怎么在大厅使用会比较有牌面一点？嗯。互动里面嘛，在背包里面，我用一下互动这个使用，送了啊！使用后在大厅上方告知所有人。直接告知所有人，亲密度加520点，哈，就是这么有牌面，送了。然后呢，大厅，我赶紧切出去大厅看看。多半是妖怪使用了一个星夜情书，贴上好心人亲密告诉他小妲己携峡谷众星送上祝福。然后呢，嗯，完了，就一秒十秒钟了，十秒钟就没了。
就这样啊，是啊，再送一个给自己。收下，大厅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他只有那个东西有啊，兄弟们，十秒钟就没了。哎，太贵了，太贵了，这秀一下也没人看的，挂个 CP 带花来，我应聘一下。挂个 CP 带花来，带花来是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什么专业术语啊？对不起啊，兄弟们，我真的很少研究大厅他们这些比较专业的话呀。挂个 CP 带花来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我要过去给他送花，然后他跟我才挂 CP 是这个意思吗？我加他好友了，他怎么跟我说？我们的亲密度已经二级了，点个赞。CP 滴滴。什么意思啊？怎么玩啊？他是？他怎么说？看看，研究研究啊，这是什么套路啊？这该不是骗花了吧？这个怎么说？谢谢 Miko， 谢谢你的宇宙之心呐、啊，谢谢。带花刷亲密度，等于说我加他好友，我要给他送两个花，是吧？怎么送花？哇，人家还是一队长，兄弟们，我会不会配不上他呀？爱意洒向大海。身份队长，厉害厉害厉害，他不鸟我呀，是我段位太低了吗？不对呀，我这号高低也是个 V10 啊，还是有点牌面的呀。看不出我的实力吗？这小子，我是 V10 啊，还不明白？糊涂。因为我是男号哦，好吧，那不理他了，我开了，要把他拉进来，让他看看我的实力。哈哈哈，拉倒吧，拉倒吧，打游戏吧，不整了。还好没被他骗花呀，兄弟们，我差点要给他送花了，这不浪费我的浓情玫瑰吗？狠狠的被拒绝了，可以，五二零要的就是个味儿，进。他发现是我的马甲号了，怎么可能呢？你张大仙哟，他怎么知道的？一定是你们终止交易，好吧，终止交易，我感觉已经有兄弟过去告诉他了，好吧，有内鬼，不跟他唠了。难得跟别人难得逗逗别人，你们还要去传递情报，不逗他了，身份暴露，不说了。玩不知火舞啊，我感觉最近不知火舞还可以啊，稍微练一练还是能用的。你也不用先帮我选嘛，我也不想一楼去挨打呀，哥们。抽奖中了呀，我们第二台那个给他抽一下这个左上角啊，这个小米的平板，好吧，我们等一下就放在左上角抽了，大家双击点点赞，喜欢主播的点播关注，谢谢天机星，感谢烫，好吧，左上角福袋可以一起参与一下，开麦说几句话，甩个皮肤给我玩一下，叫哥哥给你甩。最好是好哥哥。
欧拉。小米的平板是啊，就抽的这个嘛，这个左上角啊，一起刷机关注一下主播，参与一手，然后把这两个抽完了后，再给大家抽手机，是吧？抽完了抽手机，这米莱迪我不好打呀，能否给俺这个粗人皮肤用用 ？OK， 哎，他为什么还会发这个表情啊？谢谢安宇浩，感谢你的抖音一号，谢谢谢谢，谢谢 Miko 啊，谢谢安宇浩，谢谢荷兰豆，谢谢用户家。牙套取了没？取了呀，今天不就是取牙套吗？你最近老是逆风是为什么？打得不够稳。那我这把来告诉你怎么稳住中路，好不好？我们不说我打那个米莱迪是真的一点都不好打。他那个小机器人打我太恶心了，我压力很大，对吧？我清不动线。玩不住火舞有什么心得？不知道怎么说，好吧，不知道怎么说。他那个，因为他那个很复杂，他并不是说一定是二技能，然后一技能、三技能在普通攻击，他有的时候位置很奇怪，他位置很奇怪，要各种调位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最近对于不知火舞的心得就是有一座，就是射手那一座塔炸了的话，你马上就跟射手换位了，就让他去站中，你知道吧？然后你去单边带，这个很重要，你千万不要三个人在中路一起玩起来了，就很麻烦，好吧？治疗让他活了呀，去野区搞搞他吧，他们野区打野是难，这么快刷的，就感觉能杀呀。收到，杀不了。下路应该抓到了，他们这个站位太靠前了。技能正在冷却。这么惨，我很兴奋的。哎，你怎么还有血啊？开始撤退吧。哎，完了，下饭了，兄弟们！哎呀，太敢了，我这个一铲啊！正常，好吧。第一把玩这种操作性英雄，他多少都有那么一点小失误的，可以理解。啊，问题是那个人血怎么老是涨啊？那种残血都能加回来的，很烦。下饭了，下饭了。在中路待太久，现在开始我的折磨时光。快跑快跑！哎呀呵！他在打自己收自己家野区啊，我们先别管。哎，好像逮到了，过去帮帮忙。他拿到了吗？没看清楚啊，这波没闪，有点不好杀啊，太远了。哎，我发现这个扇子能打两个兵后，好像压力也没那么大呀，还得是有吕布，吕布还是得有皮肤，玩起来爽啊，可以。
现在还没有到使用心得的时候啊，他们一般都是下路塔什么破了，然后我们操作起来才会比较。救我！好像还行啊，这波他们我们一换四啊，可以接受。你别死了，哥，把吸血给做出来。他那个小机器人老是啃我两口，掉状态掉得太严重了。闪现呢？闪现刚才没好吧？应该闪现没好，如果好的话，我应该会交的。哎，这波中路就可以杀了呀！他如果站在这里的话，发起进攻，改交线，状态不好，经济领先，别浪，收到。怎么说现在？啊！去打一下那个打野状态吧。跳 ，OK， 这应该都死了。这一不需要我了呀！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不然中路要没了，兄弟们。好，这一波他再往前面丢技能，他就死了，是吧？一套一闪丝滑小连招肯定带走他了，因为他这个进攻欲望太明显了。你这一波只要能一闪丢到他旁边那个你控个一两秒，这个韩信他怎么样他都能把那个技能给接上的。你玩不诸侯五就是玩的闪现嘛。干嘛啊他？是不是玩杂技？发起进攻。这啊这啊这应该不赖我吧，他那个解控是有点恶心啊，解控后我就像小丑一样在他脸上疯狂翻滚，有点搞家人们。哎，别哎，不你先守中啊，哥先守中。好了，我带下路你们带中了。然后一般来说这个射手把下塔给推了的话，你就开始带边了，好吧，你就一定要跟这个自己家射手沟通了，让他们去中路，我再去中路不吃香了。因为你站在侧面带，然后你从这边绕，他就很好开团，你知道吧，你从这边进来给他的压力就很大。他现在回防都有压力了，然后你把这边人都调过来了，中路就有机会推了嘛。这就很难受，这个兄弟他不愿意去中了，然后这波中路你就放给他，你让他去，你别过去抢了，你就不停的边路压，你不要跟那个中路打了，中路打没有意义。好吧，我发现我不知火舞就是改了这个习惯后就好很多了。我原来就是这个时候就哎，那我们去中路压塔呀，我来找机会啊，这样那的，那跟你都没什么关系，你把边路给带好。就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能带边的，好吧？我之前觉得自己带边不安全，后来看别人玩，别人带边感觉都挺安全的。这边路一带，别人要过来转线的时候，你在这里一卡，其实他们都挺难受的，知道吧？你就站在这里，别人想过来守都很麻烦。然后我现在我就不能直接上，是最头疼的。经济领先，别浪，收到。你直接上那个鱼会打我一下，我受不了。啊，这样你就把这个塔就压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们中路也有了。记住，就这个东西。好吧，核心就这个，你也先别谈操作什么了，你先把这个思路扭转过来。哦，感谢这个感谢初恋的潜龙在渊，谢谢。
记住啊，就是无论你们家射手是边路塔被破了，还是他破了别人的塔，你就把节奏一换，你就说我要去带边了，给个机会。这个大招是也得烦呢，秒不掉他。再说一遍啊，就是自己家这个发育路啊，他无论是自己家这个发育路掉了还是没掉，你就跟他换线，你就说你要单带了，让他去中路就好了。因为你站在侧面，就站在侧面去卡别人真的很方便的，你那个扇子就卡着，就是，对吧？你去单边带，然后他们在这里压中路，刚才看到了，你往这个草丛里面一站，啊，别人要过来都是挨打的，就各种卡人位置，很恶心的。他这有大，我又不能直接踹。感觉这一把就慢慢丢扇子，别人都受不了了。完了，这波我要死！哦，谢谢救我！哎呀，我这普通攻击接二技能，居然不能把他秒了，我这个伤害是有点低。嗯，好，谢谢初恋，谢谢初恋，谢谢荷兰豆，感谢感谢，谢谢 Miko。刚刚华平板是华为的，我们这把打完后，给大家把手机给抽了啊。能听懂吗？啊，能听懂了吗？这个不知火舞的节奏，就一个点呢、啊，就一个点，其他的操作问题你多玩就行了。什么一闪大闪这那的，自己多玩就行了。人呢？哎，我这个伤害没有帽子的时候有点小低啊，这感觉。520快乐，快乐，快乐，好吧。能量要满喽，去草丛卡位置啦。请求集合。去马比亚迪一个赞。我跟你没仇没怨的，我要打这个。你怎么这么粘牙的？这本来就不准备打你的，他搁在脸上一直晃。我怎么杀米莱迪的这个鱼不停在脸逛来逛去，他不踹他一脚都受不了了，哥们。来了，有帽子了，应该好秒。再来插个帽子，现在帽子有了。这还是不好开团啊，那个鱼能解。下饭啊哈！不可以，不可以！啊哈！第一把有点生硬啊，第一把确实有点僵硬了，见笑了，见笑了啊！谢一浅，谢一浅。你有心思啊？我没心思啊，我只是有点微微小累，我今天在车上睡了挺久的。睡得我人有点昏，哎，是有点丑陋啊！一闪接大，反手咬一下，不是吧？事实证明，没有我队友不太行。杂技
不过他们应该打不了。啊，这还是打了，不行，都不能给我回去。来呀，来呀，我不让他们回。啊，完了，我总感觉有点被翻的那种感觉，什么意思啊？感谢疫情，感谢疫情。哎，我觉得那个鱼还是有点克我的，那个鱼我打的就是一套爆发，结果那个鱼老是卡我一下，玩不了我。现在我8500的经济，只能把这个米莱迪给秒了。这波肯定留下来，哇，这一横扫，直接金身等死。没关系，下路的塔由我来带。这个还是得带一下的，不然高地到时候就没了。把这个两个兵推出去吧。一波了吧？好，一波了，行。还剩个谁呀？蓝，还剩条鱼跟蓝。不是你，但凡闪现打我，我就死了。优先进攻敌方基地。结束了。哎，谢谢大仙家的杰尼龟啊！再次感谢初恋，谢谢一浅，谢谢荷兰豆，谢谢 Miko， 谢谢400，感谢用户家，谢谢陈七，谢谢西瓜呀，感谢杰尼龟，谢谢烫，谢谢帅帅，好吧。我们先把这个手机给大家抽了，好吧？抽手机 ，Go Go Go！ 你再混个镜，没有，我觉得还好啊。啊，确实这把有点混了，但节奏是这样的嘛，我只是跟你讲节奏嘛，对不对？手法这个东西，那就是熟能生巧。你毕竟这种技巧型英雄，就是要多玩，因为它有很多东西需要判断的。什么时候就是一闪大家都会，但是你怎么先用普攻还是先用大招？怎么把位置调的最好，它都是熟练度的问题了，思路对了就好说，好吧？玩不知火舞就是思路对，感谢感谢，先拆个手机给大家抽了啊！今天520，也不知道你们快不快乐啊？但愿快乐，好吧？华为 Pura 70 Pro 什么颜色？白色。好，今天是 Pro 加。好的，手机在这儿，差不多长这个样啊。不喜欢白色的兄弟们就等一下等黑色吧，好吧。不喜欢这个黑色的等一下等银色，这是白色的啊。抽了，兄弟们，在左上角直播间啊，在左上角的福袋，大家一起点击订阅就可以参与一下。直接抽吧，是的呀，在过审，好吧，那个福袋在过审，等一下左上角就有那个福袋出来了，然后大家一起参与一手，好吧。好，感谢初恋的金色跑车，谢谢初恋。下一把玩谁呀？我们在关注，点关注啊，点关注。哈，不理我，删掉。我开了啊。加我一个好友吧。哎呀，你走到哪都不认识我吗？关注关注，好吧，新进来的这个5万粉丝，赶紧的，左上角福袋，双击点点赞，左上角福袋是华为的那个手机，可以一起参与一下，好吧，在这儿啊，希望今天中奖的是你。
选择你的分路。今天五二零参与一首，对，看你愚蠢又清澈的眼神，怎么了？我只是今天有点昏昏的。我一般只要出门，然后坐车，然后路上小堵个半个小时、一个小时，我人就已经麻了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在路上堵的时候就感觉很痛苦，所以我就成为了宅男。原来上班的时候在路上堵着我也难受。谢谢初恋的玫瑰之约，感谢Isabel 是吧？谢谢你的浪漫满屋。嘻嘻嘻嘻嘻，祝你好运啊！祝你好运。主播现在在哪个城市？主播在北京啊。这是对抗路，我们打中路啊，应该是没有人跟我抢位置的。这把中路玩谁呀？要不玩海月吧，这么多辅助，我觉得海月挺好赢的呀，你没有感觉吗？海月吗？什么段位了？四十星了。小乔不好打吧？那边有点厉害啊。哎，这把好像可以玩狂暴小乔，那就玩狂暴小乔吧。墨子赢的选了，狂暴小乔这把行不行？试试呗。狂暴小乔好像现在在热门推荐里面。他又可以虐拳了，这个人怎么装起来了？不知火舞刚才玩了呀，刚才玩的就是不知火舞啊。上回你玩的狂暴小乔被阿狸克死了，阿狸不至于吧？阿狸到我们脸上不是瞬间融化了吗？怎么会被他克制呢？你开个大挂个一技能，他不就蒸发了吗？敌军还有五秒到达战场，请做好准备，全军出击。我觉得他们这把消耗能力有点强啊，我想先做抵抗鞋啊。他们那边又炮又扎的，很恐怖。哎，这蔡文姬帮我抢线抢得很快啊！我没抢到。小亏啊！啊！吃个药包。世界本是很大，倍儿聪明。漂亮。啥呀，哥们？你觉得他能这样吃？我觉得做抵抗其实很好的呀，这一把。你不要太执着于做什么鞋啊，兄弟们，就是你如果只知道做那个 CD 鞋、法穿鞋是很死板的。已经残了一个，但他兄弟没有过来。对，你在干嘛呀？哎，不是你。行，他比较开心，我比较难受。被卖也不是被卖了吧，就是他第一个二技能没打中，磨叽了一会儿。
这一下我经济倒数第一了，我服了。展示一下最新魔法表演。有点折磨我啊。这下路可以。你看现在我们出了个抵抗鞋，他们打你就不是特别疼，你知道吧？不然的话，那个墨子一炮，那个杨玉环给个一技能 A 一下，其实你就要回家了。你一定先要把想着先把线给占住啊，后面再说做输出的事情啊，家人们。大招已经好了，好，下路我去支援一波，先开大招吧。开始撤退，啊，是看起来确实挺肉的呀，感觉。怎么样？我这个狂暴刚才开晚了，有点舍不得。这已经残了。你说现在换不换鞋子呢？我觉得现在换鞋子就没什么毛病了，好吧？看看，他说是做法穿鞋，那肯定做法穿鞋伤害稍微高一点，但我感觉好像也没必要我来补输出吧。这个人输出是够的，我帮他打控制就行了。然后我们开始进别人家野区了，去上路吧。请求集合，军将，让教外防御啊，立刻消失。开狂暴吧！应该他都能杀，是我想太多了。打野有点奇怪呀，这。啊，他捏着大刀的，这一波一坐应该都死了，他应该死不掉了。还行，我们去边路吃线就完了。来，还是出装要灵活，是的，但现在感觉有点缺输出了。来自粉丝的绝版光碟，就你这么想这个事情嘛？他那个有的时候别人玩诸葛亮的时候，不是也出抵抗鞋吗？不知火舞也出抵抗鞋啊？对吧，他并不是，那你说不知火舞为了追求秒杀的话，他为什么不出法穿鞋呢？对不对？就是鞋子的东西都是适合就出。我们还在一直向前。我跟你讲，你这把如果真的是就是铁了心你就硬要出那个法穿鞋，你就打得会特别猥琐，你知道吧？你出了个抵抗鞋其实还好，他这一炮最起码就一格血嘛。发起进攻！怎么感觉我的队友都不愿意过来的呀？这干嘛呢？我肉肯定是很肉的呀，看到没？别那样打我，如果是不是他为什么在这里逛啊？能感觉到很肉吧？我就开了个大招在里面，他们其实来来回回一直打我，我出了个抵抗鞋，拿了个净化水晶，然后有一本吸血书，血量也很高，别人打我墨迹半天，我5900的血，还可以，这小乔都不死，那你出了防御装嘛？然后你说后面伤害能不能秒，能不能把那个就能把阿离给抬走？那你肯定是能抬走，因为阿离一般怎么说？阿离一般他不做。你很少见到阿离去做模拟斗篷吧，对不对？就把他蓝给反了。请求集合。
次。哎，这个在正面打被消耗的好厉害啊，亏死了。这个海诺给他玩爽了，一直搁这扎。我们多带两波线的，升级后那个净化水晶会给我抬血。想听哪个世界的冒险？然后他们那边，吴侦探，我觉得如果不来两个人是宰不了我的。天空的持战，把线带好了再说。我们这把你如果选一星肯定更好，对不对？控制稍微少了一点。哇，这波锁在里面打好恐怖。弄他呀，你怕啥？这个哥们，我可怎么感觉你玩的有点紧张啊？他这个二技能被别人虚晃一下，全部都交了。你说你玩这个怎么会被阿离给风筝呢？你开了个大招，一技能往他脸上刮，他必死啊！这种不出魔力斗篷的英雄，小乔还是比较好发挥的呀。拿龙吧，我觉得可以把鞋给换回来了，还是开始有点差输出了。这好像不是很难，这过去应该是也是赢的，就先把它送了。好拉扯，请求集合。他不会从这边绕过来。哎呀，他最后捡了个枪，居然捅出来了，离谱。这还好是玩的肉小乔啊，不然这两枪真的没了。他就是差这么点差，我二技能感觉那一波赢出来的很准的呀。他硬是一枪堵我了，我服了。开始撤退，能给我奶一口不？来自粉丝的绝版钢铁，这里我们都是美好时光。开始撤退，完了，要被收割了。好亏呀，这不应该在中路打呀，他应该带着我们去拿龙啊。这中路没必要打呀，拿龙。跟着射手打，你来打龙，他们就必须过来。充满勇气的心就是我的魔法。守护，发起进攻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Fabulous. Fabulous. 这有什么意义呢，哥？诚实面对自己，开始撤退。
开始撤退。哎呀，这一定要这样玩吗？再给我一个大！有点僵硬。哎呀我的妈呀，这两个人在这里螺旋消耗贼恐怖。别搞别搞别搞，开始撤退。哎呦，还好吹到了呀，不然这个胳膊要嘎了。我们要找一下那个这个阿离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阿离宰了！我好肉啊，我好肉啊，我好肉！别扎我了，受不了！点这个好不好呀？反正他真的是帮我回血，那个人捅不动我呀。这个兄弟搁这一直扎，一直扎。一看全是助攻，没办法，兄弟们。哎呀，就这样。啊！有点搞。我反正今天出去一趟，确实有点累呀。我这说话我就感觉我的我也有点中气不足啊，家人们。我本来准备今天不播了，后来我一想到我这不播了，你们肯定又要带节奏，我去干嘛干嘛了，我真的是醉了，我有点怕呀，好吧。一说我只要有一天我没准点开播，就开始怀疑上我了。嗯，其实怀疑一下也无所谓，哎，但是我也不想着每天就哎，你是不是干嘛去了啊，干嘛干嘛。嗯，是的，我有个孙子。嗯嗯，何必呢？一天到晚幻想。请选择你的分路。嗯，哎，不是去谈恋爱了，就是结婚了。结婚不是就是生孩子去了？何必不再劲爆一点呢？对的，我有个孙子。这把还是打中路吧，我赢太多了，我感觉我也赢麻了。感谢初恋的金跑车，谢谢初恋。
点点赞吧，家人们啊，这是叫这一直乐呵。现在967万赞，我们点了1500万，再给他抽个台手机，快快快，给我点点赞。好几个，你好几个女朋友，你真是有毒吧你？还好我们不能互换号玩啊！就假如说我张大仙，我作为一个游戏账号，你也作为一个游戏账号，好吧？我们两个换一下，哎，然后你这好哥们一定会打着啊！大仙，我是为你好啊！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来，我帮你谈朋友，是吧？我们一个月号回来了后，哎，我打开我的微信一看，好哥们，你真是帮了我一大忙啊！我再一上号，完了，我号废了。玩谁呀、啊？我这把打貂蝉，还是踩月了。流光一世，嫦娥吗？海月吧。你要中啊！多点赞，多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打野吧！谢谢张小仙，谢谢，感谢初恋的金跑车。海月教学一下呗，一开始出魔道之石就会玩的比较流畅了，好吧？出个魔道之石。海月不带皮肤好看，真多假多。玩中路是好赢啊，我感觉玩中路我总是滑着滑着我就赢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跟节奏理解有关吧。一开始你依然出咒术法典，然后直接裸我，直接裸这个魔道之石，不要出鞋子。前面游走跟你没太大关系，好吧？谢谢张小千，感谢初恋。好，谢谢一浅，谢谢荷兰豆，感谢感谢。中路很重要的，节奏位，半个打野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开始怎么办呢？就站到这里面，没有人帮忙抢，我们就先刷一技能。然后后面补两下兵就行了。这个时候你可以稍微动一下，你最起码看一下他们怎么开嘛。什么？什么？哦，刀差一点点。开始撤退。那你这来都来了，不卡你一下？啊？没关系的，他不敢过来的，我都卡在这里卡着了。你看到没？是不是伤害就差那么一点点？然后你把魔道之石一做，清兵线就很快了。神必做你的光，你孤独的日子就不要去做鞋子。我看很多人都先做 CD 鞋，不是很流畅的。是华。啊，这一波线我们先不抢，那数量可以耗到我，是吧？一技能，你看，三个一技能就清完了嘛，是吧？这是魔道之石的威力。你要先做鞋子的话，每个小兵都要补一下，特别费事儿。下路不去啊，猴哥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开始撤退。这么白给吗？谢谢一只小鸟，谢谢你玫瑰之约。我们刚刚进去拉大招其实意义也不大，好吧，出来肯定也是嘎的。然后你把人拉进去你也不一定能杀。
你。这猴子掏野掏得很勤快，吃口药，他把我药包给吃了。这覆盖万物的大地，忠诚不莽的荒原。上路这一波，我一个人伤害是不够的呀。你这打他就是先把这什么一二一全部都甩干净，是吧？甩完了后大刀拉进去，然后一直打就行了。把他锁了一下，没蓝了，我没办法了，再浪一下我顶不住了。中路是猴哥在补嘛，我感觉这个猴哥会玩的，我吃两个药包看行不行，能把他逮到啊。他好像有被动了，发起进攻，防御塔护盾消失，那我得走了。弩车出击，哎，逮到了，手很快，会玩，完了这一波，哎，什么？亚瑟居然放他一马，可爱。我们现在伤害是不够的，你一般你要拉进去跟别人一v一的话，你能打赢他，你最起码两件套是要有的呀。然后把他拉进去用。行了，我闪现换闪现。我这个大招好得很快的，好吧，七秒钟一个。请再等等，一定发起进攻，一定带你回家。忏悔吧。先拉进去。二一一，开始撤退，出来就可以了。拉扯一下，丢丢一技能打打他。他们这留不下来，我们他们那个控制少。好，猴哥位置已经蹲好了，我们把兵线弄过去，然后赶他们过去就行了。完了，哎呀，这伤害真的离谱啊！我大意了。点点赞，兄弟们，现在1176万赞了，我们再点一下，点到1500万赞，给大家再把手机再抽一抽。谢世拜拜啦，谢谢一只小鸟，感谢。发起进攻，大招已经好了。下路应该也压的差不多了，上路是现优的。上路也能玩，那这样的话就猛搞下路就行了。他知道我在，我再绕过去。他大招回的，中路应该可以杀了，距离差一点点。我、哦、抱歉，请求集合，会赢。现在就比较简单了，二技能上去开波团呗。开完团后出来多丢二技能就行了，拉扯一下，在这个位置就可以直接三个一技能了，好吧，三个一技能把伤害打全。他二技能一般都是把别人定一下，是吧？定一下，然后自己还会有护盾，但你位置特别好的话，你感觉那个一技能能打完的话，你追求最高输出肯定三个一嘛。你要稳的话就二一一二一一，这样是比较稳的。
但你觉得位置真的该让别人，基本上全队的人走到我脸上让我丢一技能，你这个时候不丢三个一技能实在是太浪费了，好吧。然后你要记住，你这个海月开团你在大胆上去开，为什么呢？你开大的时候有70%的减伤啊，60%的伤害减免效果，基本上你是不可能说开大招连着别人，然后你一瞬间被秒的，你把别人带进去然后再说。这猴子很会玩，因为他知道诸葛亮发野慢，所以他才敢进的野区。你像这种，我有这两件装备了，然后我稍微一技能，我只要打到他一下，我就可以开始越塔操作了。我把那个日暮之流稍微叠一下，他就很痛苦了。好，把他拉进去啊！2-1，哎妈呀，怎么少中一个？好，兄弟们接我，接我！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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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好不容易吸的点血又没了。好，可以，优秀好蹲。那我也来展示一下，我要拉个人进去聊一聊。残血大招，你来跟我聊一下。他把我推开了，无解。就是你想拉别人进去的话，你就二技能把别人定一下，基本上都能拉进去，好吧？你二技能点两下就可以拉了，然后在进去之前尽量把所有的技能打完。我说这应该有闪吧，打龙吧。就二技能，两个二技能就可以让别人定一下嘛，对吧？一二技能也可以，就一技能，他意思就是说你只要有一个技能先挂了别人，这别人脸上就一层印记了，然后再丢一技能就是加增伤，懂吧？他第一个技能就是印记，随便一还是二，就是给别人一层印记，然后后面再丢一技能就是给增伤，或者是你挂了这个印记在别人脸上，你再丢二技能他就眩晕。或者你二技能先挂一层印记，然后二技能再打一下，他也是眩晕。他这个英雄机制是这样的。然后我们把帽子一做，你基本上拉谁就谁要爆炸了，随便拉了。已经嘎了一个，我们选择在这边用一技能，你就能感觉到我们伤害已经很爆炸了。虽然我这个大招最后没把他拉进去，但也无所谓了。好，这里的话我如果闪现上去二技能就可以把他拉进去的。好，这里怎么说，兄弟是直接上了，我决定把他拉进去聊一聊。拉进去二技能晕到了是吧，再二技能再晕进来后选择二技能，然后再二技能把他定一下。 OK， 直接点击力赢了啊。点击力再讲一遍，
就是你拉他之前你把三个被动全部都打完就可以了，好不好兄弟们啊？现在是1348万赞，再点点赞啊，差150万赞我们再把下一台手机给他抽了，刚才在直播间已经把这台手机给他抽了啊，恭喜中奖的兄弟，下一台应该是黑色啊，下一台给他抽一台黑色的，点点赞，理所当然，理所当然，我的海月玩的确实有理解，好像我的海月没输过，确实有理解，好吧，从第一个魔道之石开始，我就感觉我的海月跟别的海月有点不太一样了。主二技能不行吗？之前有个版本主二可以，现在不能主二，现在不让，现在主二不厉害。貂蝉，我的貂蝉有点菜。谢徐徐，感谢初恋。哎，谢谢大有九星啊，感谢。又被他装到了，我这感觉怎么我这号已经十几连胜了呀？这打个野开播，打个猴输了一把，这后面打中路我这个压根不输的，为什么？难道我真的是天才魔法？玩上官婉儿，甄姬清线好慢，怎么可能呢？甄姬怎么可能清线慢呢？出装出错了吧？请选择你的分路。中单。你要看我玩甄姬，哎呀，哥几个又来学技术啦！我方既用英雄，嗯，我方既用英雄，到底玩谁？你是想看我秀一点呢，我就玩上官婉儿；你想看我稳一点的话，我就玩甄姬，都行。没看过你玩妲己，我妲己玩过，我妲己经常玩的呀。我怎么，我感觉我不太喜欢玩妲己，这个安琪拉还有这个小乔，好吧，我是看了你们经常说要玩我才玩的。我已经很有理解，我妲己我也猛的不行啊，我妲己也是有理解的呀。你看我一楼选，他一般来说你只能选王昭君跟甄姬这两个英雄或者一星，其他的都老是被克制。那我们就先打把甄姬，好吧？打把甄姬，其他的不是很好用。最后一支舞，献给你冬日。左上角福袋参与一下呀，兄弟们，好吧？左上角福袋是那个钻石。双击点点赞，左上角钻石参与一手，关注主播，这把血丝呀！
来了啊！点点赞，点点赞啊！1500万赞了，我们把这我们把这一把打完后出来给大家把手机抽了啊，兄弟们。啊，这一把不是特别好打，好吧？这一把不是特别好打，因为要出的东西太多了。欢迎来到王者荣耀，享受比赛。然后，首先第一步，敌军还有5秒，出门出什么？大声告诉我，出门出什么？全军出击，对不对？你出门如果买这双鞋的话，其实我感觉不是很厉害。在你这个段位，你还在保证自己发育，你不要当工具人，你不要转线，好吧？转不明白的，你把这个伤害拉一下，伤害拉一下，这个更关键啊，这个更关键。把你中路线给打好，他一般不是很会有辅助来帮你卡线或者干嘛的，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就行了。你自己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？把每个兵最好都。都吃了，好，这样的话他去游走了，我们把这个中路河道给拿了 ，OK。然后再做什么？再做鞋？不，我的推荐永远是你能快速过线的英雄，就跟我刚才玩海月一样，你能快速过线，你就出2本书，魔道之石。请求集合，因为你补得到兵，你每一波你能把那个兵给补到的话，你那个钱就多。你有的时候不注意，好，拉开一下，拉开一下，这波兄弟应该打得过。行了，来，陪我共这个魔道之石。直到寒夜尽头。好，再把兵线往这里一卡，你也不着急推，你就让他难受。怎么难受呢？这里放个一，这里再放个二。哎，好吧，敢过来吃就得死。你喝到那边去，过分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再买鞋，再吃药包，在这边放一技能，这边放二技能，看他过不过来，过来就挨打。是吧？一二技能你就这么放，行了。跟他换了一下技能，好，吃个药包。这个人没有闪，然后我们继续，我先过线嘛，对吧？我把他那个状态打出来后，我先过线。我过完线我可以先动了，先动我就去下路了，他就只能先在中路守着。对面的打野是宫本，还你们爱的能力。怎么说？发起进攻是他的附赠品。这技能确实有点久啊，有点折磨啊，兄弟们。他这个时间点到这里了，我是没有想到的，很恐怖。一套把我弄死了，我们下面我不想去了，好吧，跟孙膑有点难配合。来吧，陪我共舞此曲，直到寒夜尽头。现在很麻烦，他知道我在。凡人生命短暂，却轻易学会了。开始撤退，吓到他了。上路好像也不是很好抓呀。主宰在水军将领，神防御塔护盾消失，弩车出击。我将赐还你们爱的能力，痛苦是他的附赠品。下路已经没有了。
就感觉拿马超打边还是差点意思。他这个马超打发育路太一般了，他打对抗路还能来吃中线，他们这他拿这个马超去打的没有线权。冰杖还是很关键的呀，我们的冰杖很猛。没勾到呀。这个闪现让我很无奈，家人们。我感觉出装是有问题啊，应该是先 CD 血吧，就是感觉这个丢技能丢半天，下个技能还没好，好着急啊。好，有冰杖了，把面具再做一做。哎，这把就比较难了，因为马可是比较好处理我们这种双边阵容的，好吧。给个大呗。他先大我再大会比较稳，我先大的话没有那么稳。请求集合。大招正在来，勾到了。我将赐还你的暗门。请求集合。将若白狼。发起进攻。啊！他一波转，把队友都转死了。看一下宫本，宫本还没有漏啊。我们还是先把中线给清了。现在我的经济是4700，全场还行，也没说遥遥领先。这就不要给大了，感觉死不掉了。我要不吃一点吧，吃一点吧，这把我感觉我能打很多输出。面具做了后，再把那个莫眼之牙做一下，有点拖我节奏。咋说？神不会感到孤独。这有点。还能留不？宰不了他。这边放个一，放个二，卡着他们。塔里面应该没人吧，你要习惯性的把这个一二技能当一个这种埋雷的小连招，好吧。宫本在屁股后面，开始撤退。哎呀，这给我转死了。哎，我怎么敢，我技能 CD 这么长啊。我看了一眼，我感觉像是出装的问题。来
陪我共舞此曲，直到寒夜尽头。还是要高 CD， 嗯，这个减 CD 多的话，这个二技能就随便丢了。顺便，冰霜你讲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奥科出击。Enemy rampage。经济落后国家先付款你们爱人，痛苦是他的附赠品。难敌，凡人生命短暂，轻易使用力。放个二技能，一二技能就可以弹过去了。减 CD 还是有点不太够啊。就这样，没事，给他们一个球，慢慢弹。然后后面捏着大招，谁过来打谁就行了。在这里啊，来吧，就没事就挂在这里，像防御塔一样的，知道吧？打不打得到都无所谓的，他总能弹到这里，看到没？你要争取的就是多弹他们，对吧？都要弹过去的，不要省技能啊，就一定要像我这样，这不逮到机会了吗？确实疼。起飞了呀！是不是你多丢技能？你技能 CD 很关键。那个备战居然让我抽法穿鞋，这法穿鞋就做不成这种防御塔的局势啊，好吧？就一二技能做防御塔，然后弹别人就好了。你这种在单位时间内，你这个二技能疯狂弹他们受不了的。你打不打得到都无所谓，你这个防御塔做起来就行了啊，懂我意思吧？对吧，防御塔做起来，能看懂吧，家人们？就这个一技能，你真的随便丢，因为你要配合那个二技能，他搁这无限乱弹。你看他一过来，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被弹了两下，就这样。万物瞬间，感觉有个装备没做呀，我有点搞，日暮之柳没做，我是说我开始有点小瓜呀。寒冷的地方绽放。哎呀，我刚才东西没做对呀，他这个日暮之柳没做，我是不是伤害稍微有点小瓜？不走了，不走。勾到了，勾到了，过来帮忙。我有没有搞错？他差点把我宰了。哎！完蛋。活了。这个马超玩的像个演员一样的。
将赐还你们。这个傻国服备战真的是蠢。军机玩了这么久，出装都出不了。他这个看起来还可以啊，出圣杯稍微慢了一点，但肯定是 没什么问题啊，他这一套是没问题的，刚好这十五吧，十五三十，5%，5%，就到了，这就到了40%。真姬还是一个要 CD 的英雄，他不是要穿透的。我不知道刚才那个什么没细看嘛，我就顺着出了。中期有一波，中期太掉节奏了。我先给他把手机给他抽了啊！那个马超自己选个发育路马超，我真的是哎，什么折磨！来吧，把黑色的给他抽了。我的真姬是很稳的呀，那耐不住队友的呀。来吧来吧，兄弟们，把手机给大家抽了，黑色的啊，已经在左上角的那个福袋里面了啊，黑色的这个 Q70 Pro 加512G 的啊，在左上角福袋里面，大家可以给主播点关注，然后参与一下，好吧，点关注，参与一手。祝你中奖。打抽，左上角有个福袋，倒计时9分钟的那个，倒计时9分钟的那个，你双击点赞，分享一下直播间，给主播点关注，祝你好运，好不好？祝你好运，祝你好运。轮到敌方禁用英雄，我方禁用英雄。你这个头发打了吗？辣没有？没有，我今天下午出去取牙套，然后弄牙齿去了。轮到敌方禁用英雄，弄得我在吐了。你没感觉到我今天说话稍微有点中气不足吗？那是因为我今天消耗太大，好吧？你每当那个洗牙的工具往牙齿里面冲的又疼又睡不着的，好不好？躺在那里，一道强光照到脸上，还戴那个绿色的墨镜，还是很恐怖的。我的内心总是受到创伤，好吧？我小时候打个针都能把我打哭，你知道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有多害怕吗？九折，等我呀！拿个水。献给名为冬日的钢笔。我方挑选英雄。
你们双击点赞再抽了吗？欢迎来到王者荣耀。新进直播间的1.7万观众到达战场，参与一手，全军出击。这一把我感觉桑启能带着我转，所以我会先出鞋了，好吧？我将赐还你们爱的能力。上一把我觉得转不动，我就没出鞋，想快速清兵。你很坏，清不过他呀。这他们这个朵莉亚还是猛啊，朵莉亚还是猛，乖乖，这压根不怕，往前压的。打他！哎，你别死了，哥！哎，我能抢救一下不？你别说，我要这要交闪，慢了一点，揍他！不行，我们就要跟他们操作，就要操作。现在就是抢不过人家呀，万物顺变，冰霜泥景。我承认我这一级伤害确实没对面高啊。这朵莉亚一级太猛了。凡人生命短暂，却轻易许诺永恒。他都不怕我的。这又要卡我回去的位置。来，先帮他打一打吧。陪我共舞此曲，直到寒夜尽头。哎，幸福，这第一个兵刚好这个血线。哎，我打不过朵莉亚，这个英雄要搬的，太恶心了。他等下刷大招更猛。稳住！他等下给海诺组成，他等下跟海诺组成武魂融合技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哎呀，他这个鬼英雄都是走来走去，这装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啊，真的太变态了。打他又打不掉血，他鬼那个鬼东西又能回折磨。谢谢小小月，感谢感谢。惊奇落后，感谢小小月，谢谢沐雨葵城。这看弹幕去了。不能看了，家人们，好吧。我建议你们，如果送礼物，就我抬头的时候再送吧，好吧。然后我这个一泄礼物，真的容易嘎。陪我共舞此曲。要专心呐，那人家这个是吧？那我也不能不搭理嘛，主播嘛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完了完了。怎么把把有海诺这个鬼英雄真的是烦，这一些鬼英雄都在这里。哎呀，你是真该死啊，我要跟你拼了。哎呀，各种恶心的英雄都是他们在选的。
凡人生命短暂，却轻易许诺永恒。让他在中路吧，我去边路带了，这样玩不是个事儿了。我将赐还你的爱人，痛苦是他的负担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在属于人间的童话中，神不会感到孤独。那是难打呀！兄弟们，一波了，收到。Your turn is being destroyed。凡人生命短暂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你们爱的能力，痛苦是他的负担。沉着冷静认真，他过来骗我技能，我是没办法的。马上到了，这波不能掉进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暴车出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就他妈死一下呀！在属于人间的。
你不打他们把主宰打了呀，哥们儿，真不打，不是很理解。那人家不是白给一条龙？我将赐还你们爱的能力，痛苦是他的附赠品。这怎么搞呢？这人也秒不掉啊！来吧，陪我共舞此曲，直到寒夜尽头。万物顺变，冰霜弥久。这估计要死不了了，只能骗个大招。真是粘牙，凡人生命短暂，却轻易许诺永恒。这条龙也要白给吗？在属于人间的童话中，神不会感到孤独。我将赐还你们爱的能力，痛苦是他的附赠。这两个大招我确实没有办法。保持分寸就是保持。啊！啊！我也杀不掉了他呀。别了吧。我不要玩真机了，这音乐不适合我。真是玩的痛苦啊！正在被攻击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顺便冰霜弥久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我方高点防空塔正在被攻击。我将赐还你们爱的能力，痛苦是他的附赠品。请求集合。领兵降临，我方高顶防空塔正在被攻击，我方高顶防空塔正在被攻击。在属于人间的童话中，
哎呀，我怎么打的，我真的烦了，打的我真机是不是被砍过一刀啊，怎么这么拉呀。来吧，陪我共舞此曲，直到寒夜尽头。万物顺变，冰霜凝结，完蛋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Shut down. 开始撤退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根本死不掉，根本死不掉啊！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根本死不掉，根本打不完的。我不要玩真机了。这两把打下来，我确实感觉没那么好用啊。好吧。别难过，是你能打不打的，我真是火到动也动不了，别人那个诅咒一天到晚卡着我。天才中单怎么可能有没有驾驭不了的中单呢？那一定错的不是我，是这个英雄。所以我选择不打中单了，我要打野。你知道吗？我三十星到四十星，我打中路一把没输过。我方禁用英雄。我就是天才中单，不管你承不承认，我就是。谢阴阴怪，没事干就。谢你的浪漫，感谢。朵莉亚要禁的，朵莉亚这个英雄真的有毒。蔡文姬要禁的，随便。没人会打中路啊。我会，打不了的。墨子中路算了吧，那行行行行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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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没办法呀。中单玩家太少了，我来吧。其实我很想打野，但我从哪条路倒下的，我就从哪条路再爬起来。这一把我要 C， 懂不懂？这把我要 C。怎么能让天才中单先选的？你先选的。
这一把就是我的发挥局，我希望你好好看好学好吗？急刹车，二大大，一大大，哎，嗯，行。凝视我，无所谓。即使他用上官小婉儿，我们一手杨玉环依旧安排他。嗯嗯，甄姬啊，我不想玩甄姬，我才不打甄姬呢，我要玩杨玉环。御剑飞天不好吗？直接拿捏他，这有做圣杯的，有不做圣杯的。我觉得做圣杯好一点吧。他把我秒了，我有大招，他怎么秒我啊？我跟你讲，你直接等一下看上看这个上官婉儿，他出门出什么？他如果出那个，他如果出的是魔抗，我认他会玩，我觉得他是个高手。他如果不出魔抗，出鞋子，随便，他是反正随便被拿捏，懂我意思吗？你看他出什么？好，注意上官婉儿的装备，做好准备，出什么？全军出击，还不出？还不出？鞋子。拿下，好吧，从这个初装啊就已经看出来了，这哥们儿不太会，跟我不是一个理解。好吧，老弟，来打吧。什么意思呢？怎样呢？你一敌二，我丝毫不慌，我的拉扯。我见到了你，现在还有色彩。他不可能在这里再蹲我一波吧？没那么大仇恨吧？从这里蹲我回去，确实有点离谱。接在风中。那怎样呢？我这个时候告诉我的队友，大家。我只希望他们能好好的活着。人人都途经历史。收到。若无前世。打了赶紧跑，因为老虎在右场。啊，单压。一二技能 A 一下。A 一下。一二技能 A 一下。小拉扯，小眩晕 A 一下，吃药 A。说实话，我有点怕。嘿嘿，上当了啊！这个狂暴，带着狂暴往这边走啊！这不是白给吗？老弟，我承认你那一下稍微让我有点怕。请求集合，收到。拜托了，带我过一波线。这都没死，那当然了。我对血量的控制以及对他的伤害，我是了如指掌。我会告诉他们。这人四级了啊，四级了，四级，我就希望下路能小心一下。嗯，这把躺赢局，你在开什么玩笑？事物一旦褪色，便属于永恒。怎样？怎样？怎样？你往我这边走！下来踹他一脚，挂大刀，挂大刀，闪现一拉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老虎揍他。状态不好，这前世疯狂给你加血，拿春泥器给拔了。回应你让我操作，绑开绑，绑啊我的绑！
人人都途经历史。不然按错了，哎，也无所谓了。这是你的，下次再挨打，我来救你了。我告诉你，我没大招。好吧，这波我没大，我希望你能冷静一下。有谁？一技能 A 打他一下。幸福的祈愿。二技能 EA 架大炮吧。集合，进攻暴君，主宰暴君降临。我这有大。技能灭卡了，部队消失。拉扯一下。谁让你打我的？大招落地，消闪，再见，普通攻击，思考药，一技能，二技能，准备再见了啊！完了，我要死了。为什么呢？这一波，我不理解，这一波是怎么打，可以打成这样子？带节奏带攻了，这个龙不是我要开的呀，我卡着了呀，我已经把后羿的大招什么的那两个人都卡在这边了，他们打龙打太慢了呀，这跟我没什么关系。收到。我的宝，我来折磨你了。人人都途经历史。我来就走是什么意思？请求集合，开始撤退。兄弟，我真的没办法管你啊！再见了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有谁收到回应了关于幸福的祈愿？嘿，一技能存一下。存一下很关键啊，存一下。我见到了你，现在还有色。因为你有圣杯，技能随便按了。上了。发起进攻。一技能存一下，开二技能，上去 A， 然后又一 A， 拜拜了。一技能存一下，现在我们有大招，再存一下，是吧？存了一下 A 二一 A， 打两发强普。别搞，老虎过去了，我切形态，帮我队友奶一下状态。大招正在冷却，其实可以不用走。有谁？我给你们奶两口吧，兄弟。算了，你这个血量确实奶不回来了，回家吧。一技能存，二一 A。现在上官婉儿拿我没什么办法的啊！我见到了你，发起进攻，明显轻了。还有色彩，中路不怕蹲，一技能多丢。收到，开始撤退，好吧，一技能丢一下。二技能，发起进攻，一技能多丢，发起进攻，加速了，一技能先丢啊，一技能先丢，丢了后再丢一个一技能二一 A。行了，再回中路，切形态。有红 buff 可以拿一下，一技能存二一 A 拉过来，切形态，掉点血无所谓。老虎来了应该也切不动我们了，好吧。好，现在他闪现拉 A 一下，一技能 A， 拜拜。二技能加状态，加状态 ，A 一下，拉扯一下，切形态 ，E A。二技能消耗一下，二 E A， 买装备，切形态，一技能回血，回血 A 一下，二一，回血。啊，一技能闪现过去 A 一下，开大招，一屁股坐下，二 E A， 切形态。好吧，切绿环。一技能减速，拉扯一下 ，E A 二 A， 拉扯一下啊，逗逗他 ，A 他，难不难受？没大哥，放过我，
失误了是吧？轮到我的回合了没？我螺旋走位，一技能回血，一技能回血，哎，二技能 E A， 我大招上天，哎，落地 E A， A 一下，啊哎啊哥哎。小浪，嗯，啊，谢谢清茶，感谢感谢清茶，嗯，经济领先，别浪，没事，一切还在掌握之中。你能感觉到，我跟你说了，他一开始出那个鞋子的时候，就知道这个三光王他不如我强，好吧？那怎么可能出鞋子呢？他本来出魔抗了。一旦褪色，便属于我。别慌，还没有到我们的强制期，等到了我们的强制期，那就一秒了。什么懂不懂什么含金量，一秒了。我见到了你，现在我有四次，对不起，这把我要乱秒了。二一回血，拉扯一下 A 一下出来，一 A 秒一个，拉扯一下，二一 A， 拉扯一下 A 一下，一 A 秒一下 A A 二一 A， 回头打这个吧，别怕，我在，一 A 秒了，我大招都还没来得及丢，是这样，一多了，玩的比较随意呀、啊，好吧。我留个大招帮兵线来血、啊，兄弟们，一 A 秒，怎么样？一 A 怎么样？集合，一 A 秒，怎么样？呀妈呀，哥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，我的一把，哎，差点没追呀、啊。不是正面推就好了，兄弟拿龙去了。这绑着老夫子为什么不来宰？请求集合。没办法。收到。这什么我坑队友？我们在这里推塔呀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结果中了一箭。中了一箭，按理来说，我觉得他绑了一个，应该也能杀呀。算了，我决定不奶队友了，我要自己打输出了，家人们，好吧。奶队友没前途。一、二，晕倒 A 一 A 秒了，开了个大招转一圈，往回转。二 E A， 小眩晕 ，E A， 吃口药 ，E A， 啊 E A 二 A 小拉扯，眩晕一下 ，E A。是吧 ？A 一下 ，E A， 哎，果然打输出好多了，家人们。果然奶队友不太爽，不符合我的风格。发起进攻，给我猛猛推，我就是这么能扛，打死我！这一下要死，哎，不扛了。怎么说？十三颗星了，银牌法师。我才懒得成为神仙。行吧，重拾中路信心，这把我要玩上官婉儿了。对不起，我要 C。好吧，我要玩上官婉儿。我跟你讲，那个上官婉儿他没有我玩的灵性，他必须我要肯定尝试一波灵性上官婉儿。什么是国服上官婉儿？他还是要
有些细节在里面的，这个细节怎么说明白是很难说的，我只能这个操作给你看。我方禁用英雄，不玩狙吗？最近狙不太准，好吧，最近狙九点半没有灵性。真机，我真机已经说了两把了，我已经不想玩真机了。麻烦把朵莉亚搬一下。哥几个，这不朵莉亚大乔这辅助拿着搬一下。我怎么剪头发了？早都剪了，上星期就剪了。我们一般这个上官婉儿不在一楼选，在一楼选太容易被克制了。来吧，辅助，辅助上来。哎，两三把做赢的，剑丝音乱。一楼选上官婉儿，你可想而知这把操作压力有多大，那真的是玩不了一点的。这一楼选上官婉儿是个同学，他都知道怎么克制，我这把要被针对死了，好吧，我受不了了。倒个热水啊，倒个热水，等我啊，这把打完我们就十点钟给大家抽个手机，好吧，这把打完十点钟给大家抽个手机。双击点点赞啊！双击点点赞，我们这一把打完，给他把手机给抽了啊！哎，压力很大呀，这把很难飞，很难飞，懂吗？这个兰陵王特别克我，我基本上我基本上我每飞上去一次，我就下来我就嘎了。这兰陵王我拿他没办法，真的。我都跟你装都装出去了，你看我左上角那个闪耀的小彩色钻石，你也能知道我对于上官婉儿的理解，对不对？第一波出什么的？出鞋没有灵魂，一定要出魔抗披风。出了魔抗披风，点了个狂道，站着跟别人对 A 发一技能拨他，你是有机会跟别人硬刚刚赢的，好吧？记住啊，出魔抗披风。急了吧你？急不急？哼，我的走位让你害怕没有？等一下啊！哎啊、哦，行，上路压力很大。那这一波我要游走起来，可以他。那我这哎，那哎呀，先把这个。口子堵好，哎，没必要吧，哥。抢个河道之灵呗，啊，算了，不能抢了，抢了我第一个兵漏了，我不管了，我走了。
走了呀！哎，你们这还打就过分了吧？自虽难，哎，我不想调兵啊！哎呀，我。哎，打赢了。那没事做、啊，我要吃经验啊，兄弟们，带我吃一下，带我吃一下，这两个河道什么的，带我吃一下。再吃这个，吃这个。吃这个。好，再吃一波中路线。哎，辅助能不能让一下？辅助，辅助让一下，辅助让一下，辅助。此举哪里严了？也行也行，蓝灵王蓝灵王，他表我，我受不了了，哎，我要死了，给我个盾盾啊！行行行，我还在，我还在，有点紧张啊，有点惊吓。什么？这你不死？二技能往这边放，爆炸回血。打他，别打我。完了，他二技能交了，兄弟，我真的是没后招了，全部靠自己了。又少吃一个兵，哎，冷静，他在打蓝。这边有盾就硬扛了，无所谓。吃个腰包去抓鲁班。这自治虽难千岁，这有大招，放弃了逞虚。大招正在冷却，急了急了急了。你别被二技能泡死了。三者共餐谨慎藏，小弟走后。太年轻了，这个。蓝灵王去下路，下路这波线去弄上。我女董事父母生，他看到我。女儿，这波越下来的话，那个叫什么？蓝灵王应该会在，我们打反手吧。就站在这里站着，看他们上不上。蓝灵王没动静。哦，蓝灵王在这儿。那要上的话，就早点上了。三场战。此局，哎，我失误了，我，哎，不是我，哎，我很少失误的。哎呀，完了。有点搞，有点搞。车出击。啊，这个切角有点搞。没事，失误了。重新来一次，刚才那一波丑陋了。月经秒参赛。这没办法，前后都是人，都被夹死了，我很委屈的。但是好像还行啊，我们把东皇大刀给吃了，也可以接受吧，我感觉这一波。好吧，我看一眼，要不我们先出一个比较怂的装备，好吧，先出个那个荆棘护手，这样操作空间更大一点。不行，我先出那个的话，他们出了魔抗鞋，我一脚踩不死他。还是先做输出吧，别怂了，越怂越没机会。这一波他已经死了，他自己浑然不知，我不信你这波还有大。谨慎场，小弟走后，那金子 ，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行，蓝灵王他不敢打，而我这一波有狂暴，我往里面挤。你在逗我们。
女孩儿也该告诉穷远凡。我觉得这蓝莲王玩的有点迷啊。什么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还有没人？我为我破冰红藏三。这一波不是那么好打。呀！发起进攻。这个东皇卡在那里，我不好飞。我这一波已经吃了大招，哇！一技能在男人的扁平大男人们，救我！这一波我队友肯定全部都收干净，不用看。什么？我已经很无解了呀！这一波我飞上天的时候顺便把东皇大招吃了，我该做的事情全部都做完了呀。那他们受不了就不怪我了。啊，还是最后还是收掉了，可以了。对面都没什么技能了，我就看着东皇咬我的时候我上去了，没办法，成就型我不吃谁吃呢。就想上去，现在蓝莲王感觉发育的不是很好。那我这边直接飞大就行了嘛。拜托了，救我一下呗。那我确实很无语。跟错了人。这还有大吧？完了。我被追死了。很搞啊，好吧，这波真的很搞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我要 C 啊，我经济第五了，我已经 C 不动了。单边带了。我为我破冰红掌三场战，发起进攻，嘿！我一波还飞不死他，先不管他，直接去压中了。上路线已经带完了，哎，已经死，哎，这没人吃那个大招确实烦呐，操作老是变形。那个东皇往那里一站，怪吓人的。这啥呀你？这是啥？想捏这个蛋呢，哥们。哎呀，好乱呐，这打的。不出来被咬了，完了。怎么前面很优，现在又乱了？这管不住这几个。三在东仓，锦盛场，小的总部在金藏。请赐应援黑龙蓝台。
受不了了，我的道心要陨落了，好吧，真的，我道心要破碎了，真难打。叫破东皇。这开不了团呢。哎，这个鬼东皇把全队卡，这是真恶心呐、啊！整个队看着东皇只能在那里发呆。一路上，月经鸟橙色满地空。此局哪边连了？开始撤退。蓝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。是玩的几个模看不懂，开始撤退。凌乱黑龙蓝，哎，开始撤退。此局哪边赢了？我方高明王府正在来。Enemy rampage, double kill.
月经鸟参色魔体控。完不了，完不了。痛到自闭，没法飞。天才中单陨落了。抽台手机吧，哎，神折磨吧，又让人一楼选，又不知道怎么打，我都不知道那个东皇站在那里，那个墨子那里炮，后面那个鲁班那里消耗，我们这边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抽了，这是什么颜色的呀？银色的啊，抽台银色的这个 Pura 70 Pro 加，祝你中奖！新进来的2.4万观众，给我点播关注，好吧，点一下关注啊，谢谢。哎，没法搞，很折磨。怎么抽奖？左上角马上有那个福袋出来，好吧？你看那个福袋，参与抽奖就行了。不行就重开吧，别折磨了。谢绝，感谢不爱吃香菜，谢谢你。打得我已经开始有点逐渐上头了，我要生气了。
重开了。对，现在在抽这个手机，好吧，在抽这台银色的这个 Pure 70 Pro 加，兄弟们，双击左上角点播关注，左上角有一个倒计时八分钟的福袋，参与一手，期待今天你能中奖。中了真的给吗？他不然呢？我中了，给你寄个手机壳。怎么抽？你双击点点赞，给我点个关注，左上角那个福袋倒计时的，左上角看到没有？这把没人抢位置了吧？都正常了吧？我方禁用英雄，我们就看完哪个打野了。谢安小师，谢谢你。中了咋联系？后台有个，你中了后，他那个系统会跳一个快递单给你，你把你地址跟电话还有姓名写好，然后我们就直接第二天寄手机了。露娜在哪？露娜，哎，就别玩露娜了，感觉露娜老了，玩不动了，挑选英雄，操作不动露娜了。为什么你这没提示过呢？那是因为你没中嘛，你中了就会提示。啊，法伤有点多了呀，兄弟们。谢谢月月老阿姨，感谢，谢谢阿伟。还剩五秒。这皮肤还可以啊，这是我刚刚花400抽的天幕啊，兄弟们，围观一下，怎么样？我的天幕，多点两下，好歹400块嘛。确实，这个天幕有点贵呀，啊，这皮肤有的时候才100多，这个天幕400多。全军出击！未曾被上苍注视的生命，亦将灵性写在天地之间。你王子被禁言了怎么办？等呗，等他解禁呢。下次注意不要骂人了。他们哪有赵云呢？跟着我一样刷的。雪净化三千亿万，碎成十万千。兄弟，我们要被秀了！哇，真的假的？这么帅！没拉到他，不过也无所谓，前面已经没什么架可以打了，稍微带我中路蹭一下，哥。
回到这里要刷了吧，还不刷，回到这里呢，啊，他们的呼声遗落为深谷中冗长的回音。哎，何老师您呢？怎么还不出来？大招已经好了，收到，收到。一定在。技能已经好了，发起进攻。众生绝艺即为剑意，万事民心可中放。后来，别乱说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别说，别说。荒原上终年不化的洞穴。太稳了呀，好像只能下路抓一抓，这上路基本上知道我位置。我们往上路刷是因为他如果飞走了的话，得有个人帮他补线。我觉得我好像不用打这个砍也砍得过他了，是吧？好像传送去下路又可以反他一个蓝了呀。其为剑意，万事民心，可证道行。吹气，我来纵横。下路经济好高啊，刷个技能把蓝的给刷空了。收到，吹起。收到。你好。把蓝马上刷了，吹雪，连带流光，迎风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恭喜中奖的兄弟啊，好啊，恭喜恭喜。
晚了。哎呦，这转个大我队友都过来了，把我接到了，好爽啊。这把好像也不需要我干嘛，他们都已经赢了。中的出来说个话，你让他出来说呀。这兄弟这波应该走不掉。他推中吧，我们把那个蓝 buff 看能不能弄了。哎，完了，我又被骗了，兄弟们，我太单纯了，怎么办呢？这刘邦飞我，我好好有安全感。遗漏了深谷中最长的回音。这下路把他们打穿了，这不需要我们做事情呗？这怎么十分钟不到游戏结束了？我真成了鬼谷子了。这点就赢了，这场妈怎么这么简单？这把他们都感觉有点在送了呀，我都没怎么操作，这游戏就结束了，我还没开始秀呢。赢也是赢的莫名其妙，输也是输的莫名其妙。月桂之灵老鹰太高了，这下路已经把别人打穿了呀！现在艾琳有这么高的强度吗？为什么艾琳打得过？为什么艾琳打得过黄忠啊？那只能说这个黄忠玩的不太到位吧。我怎么想他的二技能架了个大炮，几炮轰了个艾琳，艾琳应该是没话说的呀。这老子说啊，人机来的。哎，累了，兄弟们，今天取牙套取累了。早点休息了，好吧？没感觉到我的眼神都已经有点小迷离了吗？早点休息吧，明天再搞，好吧？先做个熟人。今天说话中气不足，我对自己的表现有点不满意，好吧？关注主播，明天再来看，好吧？明天七点半啊，明天再来看。谁中奖了？你问问呗。他中奖了，让他发个抖音呢、啊。中奖让他发个抖音。我撤了啊，我撤了。还。早点睡啊，拜拜。